今天是2021年10月19日星期二，现在是晚上7:42。现在这里的位置是在捷运14张站这边，这条是西园路上。那在这边呢，发现了一个人家遗失的一个安全座椅遗失了。那我现在呢，要把它送去警察局做实物招领。好，我现在要把这个遗失的安全座位用摩托车把它载去警察局。好，我已经放上摩托车了，我们现在要前往江陵派出所，就是警察局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到派出所了，将这个遗失的座椅运过来了。那我现在要进去派出所报案。等一下，要先扫这个1922。好了，我们10连字该做还是要做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路边捡到一个这个安全座椅，想要哭啊，可能要请你们那个在哪里遗失？这么厉害，在那个捷运14张站对面，就它就放在路边，可看起来是完好，不像是垃圾。那你干嘛去捡它？可能人家开车载一载掉了吧。好哦。嗯，如果是我在路边看到这个，我就丢掉。但是没关系，你捡来我。那我们要填个资料还是什么吗？这种东西我还真不能理解。你真热心。他已经对，你还骑机车在？对啊。好了，刚从警局出来，已经把座椅交给警察了，接下来要交给警察处理。希望失主能够尽快找到他的遗失物，做一件好事，真开心。